掌握于今天的记者会，真的太多惊喜了。台上的这些传奇球星们可说是明星赛的常客啊，相信有许多参加明星赛的感动都可以来跟球迷们来分享。那首先的话呢，要先来问一下永远的全垒打王林仲祥兄哥啊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看到的是明星赛入选11次，而且的话呢，在我们的1997年、2000年，还有全垒打大赛冠军，1993年跟2000年明星赛的 MVP。还有呢，一个是明星赛击出过3支全垒打。想问一下球哥，参加明星赛入选11次，更成缔造在我们明星赛击出3支全垒打的记录。您参加明星赛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？大家好，很难得30年前的事情再回来。我最难忘的应该在2000年哈，早期的明星赛都有最难忘的就是。早期的明星赛都有那个赞助厂商，赞助厂商啤酒啊，啤酒。那时候我不是鲜花的，我在后面 standby 代打上场。那其实我们跟都是朋友嘛，来对两个都是朋友，但我们没有鲜花的就在旁边，4、5个就在那边喝酒，喝啤酒。结果喝一个喝到第五局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是全垒打大赛的时候。是，我都跟一个外籍球员还要再拼一次决赛，每个人打5次，每个人打5次，结果那时候我脸已经红了，已经憨憨的。那结果我打1次，结果前两场大赛我赢了，然后坐下来就再喝到第7局的时候，哎，我想说可能等一下会代打，结果砰打到第7局的时候满脸2年出息，教练说：“阿秋啊，代打哦。”我出水呢，没有那面拢暗暗的。今日也去拍到戏了，我这是明星赛嘛，就是跟大家给球迷看一看。结果上去打满脸全黑的，然后他 MVP， 我这是真的很难忘的。其实我不鼓励选手喝酒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明星赛赞助厂商那么热情，我没有喝的话，对不起厂商。他这个也。去年我一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拿队去那边，那后来就是变成是，好像偶尔好久了，对。他就是上来的时候好像没有几场，就是不错哈，就是有让打者打不好就是好，对。那不然你投的再好，如果被打者打到还是不好。那个胡金龙说有你的影子，真的吗？他说你厉害，没有，是选手厉害。因为刚刚会长有提到说，岳思源会用中华队跟明星队的组会方式嘛，那今年的中华队可能是会以明年的经典赛的为雏形，那教练你怎么看？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几名投手是可以的中华队的这样子？今年不限于兄弟，其他的。蛮多的啊，对啊，可是就像就是你要这些选手能维持健康，对吧？那才有面，才有办法去提前说知道有谁。那你现在知道有谁，可是你要确保他是不受伤的。